开始。介绍一下这个智能蓝牙台灯的控制，现在是手机的 APK 来控制。第一个功能控制它的开和关，现在点中间的 Power 键，开，灯就处于开启状态了，啊，关，关掉了，再开。下一步调节这个灯的亮暗度，啊，向右滑动，越来越亮；向左滑动，越来越暗，直至熄灭。下一个功能介绍一下它这个调节颜色，红色、紫色、粉色、绿色、蓝色，通过这个调节面板来调节。啊，下一个功能介绍一下，它有一个音乐的功能。啊，点开菜单的话，它会把手机里面的所有的音乐，把它做成列表形式出现在这里。啊，点击一首歌曲。这时候音乐就顺从这个台灯的音响除了音乐还有一些特效情景模式音乐律动啊，它还有这个睡眠助手的功能点击十分钟，十分钟之后会自动关闭。介绍完了，停吧。